你侧一点点啊，不是，人家不是因为比较宽，人家是因为有带吉他。所以他这样出来又不好出来，应该就是比较宽的关系了，让他们拉得很辛苦。是是是，啊，你的好朋友应该这个就是邓广福喽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其实有很多好朋友我都很想帮哎，哦，有点想放弃喜悦，他们都拒，所以他们都拒绝你。对啊，他们都不想我帮忙啊。是是是，对，因为我比他们抢眼了。哦，是身材啦，身材。嘿嘿，嗯啊，啊那好朋友是喜恩，欢迎喜恩。哎呦。吉恩是我们的黑马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哎，所以好朋友应该是唱得更赞的。你要唱什么歌？今天要唱奇异恩典。好的，我们给喜恩浩恩鼓励鼓励。因演出舞台剧而结识的喜恩跟浩恩两人，这次首度在音乐上的合作，特别以不插电的方式来演唱。今天的演出会给观众什么不一样的听觉响宴呢？画面镜头，感觉上面有光芒这样射下来，哇！你看看，没有人敢熄灯呢，哇！全部灯都亮着，恭喜席恩得到50个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怎么那么好听啊？席恩今天的总分是60、80、89，90哎。90分，目前的最高分，薛中明老师，哥哥谢谢，讲一下。其实我还是有点期待，原本你前面会唱到一个更 build up 的感觉这样子，不过你后面把它唱的比较收回来的感觉，这种 smooth 的东西，有点带一点点 jazz 跟 blues， 也是很好听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歌诠释得很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恭喜你哦，也是目前的最高分，谢谢，恭喜谢，谢谢，谢谢哥哥。谁可以请到金曲歌后来到现场呢？欢迎刘依纯。